子弹出速最慢的步枪排行榜你知道吗？子弹出速越慢，远战能力就越弱。今天来聊聊子弹出速最慢的步枪排行榜，狗杂竟然排第二慢，太意外了。第三名 AKM M762，这两把枪给人的印象都是威力很大的步枪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两把枪的秒伤很接近，都在470-480点这样，却因为使用的是 7.62 毫米子弹，子弹出速都不会太快，他们两把枪都是 697.67 米每秒，中远战也能用，但确实不如 5.56 步枪和射手步枪好用。第二名密幻狗杂，这两把 7.62 步枪的子弹出速也是一个水平的，他们都是 638.3 米每秒，比 AKM 和 M762 还要慢，密幻的伤害衰减还特别严重，两把枪的极限射程就是150米，超过了就很难打出应有的效果了，所以用它们一定要打近战。第一名 ACVL 是一把使用9毫米子弹的步枪，因为使用子弹的限制，它的子弹出速根本快不起来，只有可怜的 333.33 米每秒，与很多冲锋枪都要慢，因此用 ACVL 只能打近战，远了就别指望它了，不是它的能力范围。